去干嘛呢？我今天要给他们换水，我要打扫他们，太脏了，下面全都是鱼屎。我现在无从下手，我不知道从哪开始猫。哪一只小宝贝愿意先来呢？没有。好吧，那先到你吧。冲冲，我先到冲冲，因为冲冲他贼爱往上冲。你别跳，你别跳，我上门。我们在这里面先游一会儿啊。我先去捞别人，他叫啥来着？随便取，他叫小然。吓人！别跑啊，这鱼太小，跑太快了。你别跳出来呀！你先赶紧先来这待一会儿啊，等一下再给你取名字。咱们先换水好吗？我们换个新家。哎，你怎么跑这么快呢？换新家，别跑了！再跑我就跳下去找你们了。跳下去找你们了。一会儿会儿，哎呀，你别躲起来了！别说，这水太脏了，我把这草给拎起来，让你们躲草里面。你在这待会儿，我特别怕它蹦跶，然后掉下去。还有吗？有，我跟你说，我生，我不是我生了，我这里面的鱼生了五只仔，六只仔。你看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这是那个仔仔，你看，还有这边。像小蝌蚪一样，还有虾怎么办？吓死我了，在我面前！为什么要让我做这种事情？我受不了了！你别跑了！哎呀，你们两个人就别跑了！怎么？就去待一小会儿，好吗？好吗？待十分钟，好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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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现在要把我们的手扔进这个他们全是鱼屎的缸里。吃饭，我脸上痛。你俩是好朋友是不？非得搁在这待着。快看，快看，我的那只金色的小鱼，看见了吗？在逃，待会逃。宝贝，回家呀！哎，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我跟你讲，这视力不好的人真的，真的。不要吃它，不要欺负它。暂时。我妈妈在我屁股的感觉，自己养的崽，第一天刚回来新家的时候也不知道。我的手到底是哪里？起来了，有15分钟的石头和缸，终于洗干净了。不要在这里面拉屎了。真多想念你，我在这里，中间有一块红色的石头。养鱼真的还是挺麻烦的。好了，宝贝们，可以回家喽。真的。要开始给他们起名字了吗？是的，这一只前面那五颜六色那个，对。它叫冲冲，因为它总喜欢从这个位置冲到这个位置。每次我坐在吃饭的时候，它就喜欢从这儿冲到这儿，然后再下来，再冲上去，再下来，再冲上去。所以它叫冲冲。
然后这一只上面有一点点荧光色，下面有点橘色的那只，大一点的那只叫做小黄然，它叫小黄然。这只黄色的叫小黄，这只叫小粉啊，这只那个半粉半白的那个就叫半白。两只这么大肚子，大肚子，二肚子，大肚子，二肚子，啊，还有这只还有一个三肚子，大肚二肚三肚，这只叫小小银。然后我还有那五只仔，五只仔就是一仔、二仔、三仔、四仔、五仔、六仔，金六仔，因为它是金色的，它现在跑我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但是这六只我不知道是谁的小娃了，我忘了它叫啥名字了，它哦。小粉，好像鱼太多了，下来我就不给他们取名了。嗨，小黄，小黄然，我严重怀疑他是不是在产崽崽，这么大的大肚子。哎，我们那小金鱼去哪儿了？金六仔去哪儿了？在我看着舒服多了，我是可以清清楚楚的找到你们哦。不要吵架哦。吵架我就不给你们喂好吃的了，我就跳下去打你们，拜拜。